中国球迷做梦都想看到国足进军世界杯。朱鲁米卢率领的国足几十年一遇的碰巧踢了一次，其余的时候我们都是尴尬的看客。其实在2002年之前的一届世界杯，在1997年的亚洲区十强赛中，戚务生带领的国足也曾一度闻到出线的气息。这届国家队的阵容甚至有人认为比四年后的米加军还要强。金州惨案至今很多老球迷都记忆犹新，换李铁的声音至今还环绕在中国足坛的上空，久久不散。那是球迷最觉得憋屈的一届冲击世界杯，险进二球却被伊朗连追四球，险破球门又被卡塔尔连灌三球。据网以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尴尬的是我们后备人才的培养却越来越差。十几年前我们的球员不少踢世上赛和世青赛，可如今我们的球员却连这两个最高水平的青少年杯赛的门框都摸不到。中国足球终于为十年前末世青训而埋单，虽然已经远离足球一线，但如今的齐老依然不忘关注中国足球的未来，特别是青训人才的培养。近日他刻意前往观看地中海中国昆明冠军赛，面对媒体的采访，他谈到了他对青训人才培养的看法。在采访中他透露了一个几十年来中国足球所存在的共性东西，过去的老球迷都说我们的球员在青少年时代精彩出彩，一旦到了成年国家队却跟对手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十几甚至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遗憾的是74岁的齐老发现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的球员年龄越大输得越惨，岁数越小时反而成绩跟欧美选手差的不是太多。青岛黄海的几个梯队与欧洲的几个梯队进行了一个分年龄段的比赛， U14 的队伍到欧洲踢输得最惨，年龄段越小表现越好， U8 的队伍在四场比赛还赢了两场。齐老失望地说道，对此他一语道出中国足球的落后的真因，中国的13、4岁的孩子和人家的差距这么大，这足以说明我们的训练水平问题。最后他认为中国足球应该反思，要从训练方式和体系上颠覆过去的老办法，找到提高中国球员的训练方法。踢世界杯，球员年龄越大差距越大，怪不得国足难进世界杯。